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。很久以前，有一千年黑蛟在东海兴风作浪，为祸人间。我把我这个故事都写在这本书里面了，我玩一本。望妖之王派出一位捉妖大师，他化身神探来到人间。天地不仁，大道必将，收！就是他讲故事吓唬我们。